1970年啊，去遣散九千多个人。所以，那个地方的问题呢？喂，来，现在，哎，你有玩青蛙吗？哎，地主担心听吼，1970年时阵吼，去庆山酒店搞起来，阿不散啦吼，啊，他是叔叔啊，两大分俩，啊那去会拍掉吼，哎，严肃待下，那名字都吃啦，所以咱非常欢迎这个郑志凯先生吼，哎，来讲伊的历史，可能大家听了嘛，伊把我刚刚拍掉，真正，伊是我心目中内底吼。诶，英雄点名，无人会当甲取代。来，我们做这个来鼓掌。各位咱民政府的学员吼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啊，真感谢啊，秘书长安尼打破僵安尼吼，哎，我安尼真欢喜，真热闹来啊吼。啊，今麦是。3:30，中午3:30开始吼，应该是差不多要倒归上好的时间吼。啊，各位也真辛苦啦吼，天气遮尔啊热啊吼，是讲啊都袂歹吼。啊，咱头壳顶有电风吼，啊，即款地高台也袂歹啦吼。啊，今仔开始是无电风呢，好啊，讲了吼，真正沙浪呢，会使准的漏水啊吼。哦，那三分钟安尼吼，即摆算安尼袂歹啦吼，所以民政府是有咧进步，吼、哦，啊进步了阁真济安尼吼。啊，我是本来吼、哦、第八届都要来啊吼，啊第八届都拄啊，我伫台北市即个孙文纪念馆吼，即、這个美国人孙文啦吼，有一个纪念馆吼。啊，中国大陆政府讲伊是国父啦，吼、哦！啊，伫遐有一个我办一个我游的展览吼，啊，所以有两礼拜吼，啊，所以顶届我无倒来安尼吼，啊，所以我特别把这个咱秘书长请假吼，无倒来吼，啊，各位啊嘛无倒看我展览的吼，啊，所以我摕一寡个。一摆天那么毕业来吼，大家就这个当了解吼。啊，我过去虽然是热穿的吼，但即摆我嘛会用热鼻的吼，即摆是热鼻的安尼吼。啊，这个秘书表弟一直咧交代吼，我哩。1970年，因为起这个代志，你来介绍啊，吼。哦，咱较侪台湾人来了解。喂，都消音吗嘞？哎、欸。哦，这不是国民党内用哦，吼。我要甲你消音咪哦。哎，有啊，哎，安尼即国民党唔是啦，哈，就是咱来支持，即马后摆支持还要买新的啊，啊，就无啥问题啊，吼、啊。我是台湾市的人吼，啊，细汉到我大学毕业，拢伫台湾市啦，吼。啊，我读的是建筑，啊。成功大学建筑系毕业哦，啊，我大四的时阵哦，因为我伫学校内底哦，即、這个我的设计啊，我的即个美术课拢袂歹哦，啊，所以有一个大学教授咧教水彩哦，叫做马振辉啦，姓马哦，伊即中国来，啊，因为中国来哦。别用骑卡踏车嘞吼，啊，所以三不五时啊，我载这个教授吼，出去外口写生啦吼，啊，所以学面袂歹吼，
啊，有一天哦，伊就叫我去改话的吼，啊，提一个表要我听嘛嘞吼。伊讲吼，这就是要申请加入国民党的表吼。啊，你即摆若加入国民党吼，啊，有真侪好处吼。你即摆若要出国，哇，真方便吼。啊，将来要找他咯，啊，就好找他咯，安尼吼，好处真侪就对了。啊，我以前真单纯嘞，我就讲奇怪，啊，你家里国民党好处遮侪吼，啊，若无家里的人无，拢无好处嘞，拢歹处嘞。我想想，安尼嘛唔对嘞吼，我做个古传啦吼，然后无古传这个台面表吼。啊，结果呢，我就用我这个新代的店名做理由哈。本来这个建筑的业主林家讲吼，你即马啊做完了吼，啊，等来下面来做助教。哦，我站到真欢喜嘞吼。1960年代，我是1959啦吼，毕业嘞吼。1960年代吼，头路真歹找。哦，毕业你讲要找一个头路不简单哦。啊，即摆我都等于先在做助教吼，我当然是有一个头路啊。啊，所以我做兵了吼，啊，我是做海流啊，吼，一做咩海流啊，我做头了一年过两个月呢吼。啊，当然是做兵内底真侪吼，食足侪苦啦吼。啊，做兵了就走去建筑系去报道。哦，啊，就去做做教，哎，都教两礼拜了吼，迄、哦那个学校的这个教务处吼，就叫我去吼，我讲啊，你袂使做做教安尼吼，我讲奇怪嘞，啊，你那边叫我会使，啊，那边叫我袂使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到尾我了解吼，是因为一摆拒绝加入国民党吼，所以袂使做做教安尼吼，啊，所以。我就把我看看嘞吼，就离开台南市吼，去了台北吼。啊，即我是第一摆吼离开台南市来到台北。啊，我来想起来讲奇怪嘞，你一间大学吼，一个小小的助教来家己国民党，啊，你来想，一个教授，一个副教授，一个院长，一个校长。当唔是国民党诶，我本来有可能去做迄个职位，啊，所以我想讲，哇，这个足厉害啊，吼、哦，就是教育一间大学内底吼，你教职员差不多全部你就爱国民党，啊，这是台湾的上方大学哦，啊，你去到其他台湾各地大学，哦，啊，这就是足厉害啊，哦，全部一定爱是国民党。啊，所以我来台东了吼，拄拄迄个中立有一个中原大学吼，较早叫做中原理工学院。啊，遐拄啊是要成立建筑系吼，啊，所以需要助教，啊，我就去遐做助教安尼吼。啊，因为伊这个系当啊成立吼，所以一寡教授拢伫台北开业吼。啊啊，剩的时间他去好好教书，啊，所以我是住到住伫迄个所在吼，校长兼董事安尼吼，差不多学生的代志拢来找我就对啦。啊，迄当时1960年代吼，即个大学生吼，大家一心一意就是讲，希望吼毕业了有法度出国，吼，不管你去美国也好，去日本也好。啊，去迄个南美洲也好，你会当想办法离开台湾咯，就是要离开台湾吼。迄阵时普遍的想法啦吼，就是要脱离台湾，因为台湾受着国民党这种统治、这款控制吼，大家非常苦闷，会当离开台湾咯，特别离开吼。啊，我迄阵时就是开始申请美国大学。即个入学，即、这个入学就对啦吼。啊，结果我申请着3间大学吼，啊，其中一间大学伫 Pittsburgh 吼，
伫滨州的 Pittsburgh， 啊，伊予我这个全部奖金吼，啊，包括呢注册啦吼，啊，住宿舍啦、食饭啦，啥物吼，啊，拢甲你包就对啦吼，我真好啊吼，伊当时1980年代，大家经济还阁真歹嘞吼，啊，我会当出国，啊，佫会当遐读册，哇，这有够好个啦。诶，啊，但是问题是，你讲台北甲美国，真远嘞吼，我要用行嘞也袂到嘞吼，收水也袂到嘞吼，你一定爱坐飞机啊，啊，你爱去坐船啊，啊，这飞机票佫无俗个吼。啊，当兵了，啊，所以阮家就讲，阮老母就讲，吼，啊，这兄弟啊，遐侪个吼，啊，这个我是第三个啦吼，阮顶关一个阿姊，一个兄弟吼，啊，算第三个，啊，这个囡仔我带出国啊，真好啊，啊，所以阮老母就将伊金手指啦、金破链啦吼，都把它提互我嘞吼，我哩就提起。高雄的吉仔头，吼、哦，我一个阿舅吼，伫吉仔头咧开吉仔店。伊讲只个吉仔咧摕去卖，吼、哦，啊卖卖，甲伊去即个买机票安尼吼。啊，所以我会记讲，迄当时就等台南吼，坐公路桥的吼，啊，就坐去到吉仔头吼，啊去换现金，啊，转来来买机票安尼吼。啊，即就是迄当时。哦，要出国去经营哦，啊，就是安尼。啊，伊当时个即个出国个台湾囡仔哦，拢坐包机啦。哦，你看，坐包机等于好多人个坐包机，唔是咧？学生啊，全部坐包机，规台飞机拢留学生就对啦。哦，啊，阮迄阵迄台飞机全部即个留学生哦。飞机飞离飞上山机场吼，我大家心内是非常的欢喜，讲啊，我到离开台湾安尼吼，离开国民党的统治吼，啊，去到美国吼，一本车轮牌吼，都无效啊吼，所以阮台湾去美国啊，一本车轮牌拢拼一夹啦，就准备决心无要回来安尼吼。啊，当然是，这是你当时的想法啦吼。啊，这个想法不一定足正确的吼，因为真济即流亡来台湾即中国人吼，因的子弟吼，有诶真济读了，当然有诶留伫迄边啦，有诶真济拢变倒转来台湾，拢转来台湾卡位吼，啊，真济重要诶即个职位拢伊拢升倒来占着伊哦。啊，咱这台湾囡仔无转来吼，所以变倒好咧，遐胃拢有食味咧吼。啊，所以我伫1962就离开台湾吼，差不多62要40几年前啦啦吼。啊，真趣味就是讲，我从上山机场吼，直接飞到美国的西部吼，西雅图，吼，啊，西雅图。迄当时我伫中原咧做助教，啊，伊一个教务长是美国人吼，啊，我是要出国去有伊个三事啦吼，我是讲我着要出国留学个咧吼，啊个三事，哇，伊说真好个咧吼，伊讲伊西雅图吼有一个朋友，啊，你若去到西雅图吼，啊，你会当去找伊，啊去住伊个所在，啊，所以伊来写一张推荐信吼。啊，我就提着这个批吼，啊，寄到西雅图来吼。啊，咱知影伫美国的大都市吼，市内大部分拢是办公的所在，住伫市内人较少，大部分这个中产阶级的吼，拢住伫郊区，吼，市内郊区吼，啊，一区一区安尼吼。啊，所以我找伊到这个住址吼，伊嘛是一个郊区哦。啊，伫个差不多有三坡咧吼，慢慢爬起嚟吼。啊，我迄当时是出国吼，迄当时第一摆出国办公，我咧挂一卡行李落大卡个咧吼，
所有物件拢甲钱了就对啦吼。啊，伊当时个册，哇，拢比讲册贵啊，啊，带来足侪盗版个啊，所以话买足侪册拢钱了，拖到库内底吼，哦，啊，看啊，平平出个吼，啊，找到这个主子吼，哇，真欢喜啊！电影就找到我来试下咧吼，试几部，哇，无人咧，啊，内底个暗面包咧，哇，我一箱带来咧吼，啊，来到时啊，头啊咧，换这个头啊，有得大脚，啊，即摆是咧倒，啊，动作咧咧大咧吼，哇，好大个，一个人啊咧赛车过，啊，看到我伫遐试电影吼，佫赛到倒来，佫考到倒来。我就甲我问讲，啊，你是要找啥啊嘞？我无找到自己的主人啊嘞。伊讲无啦，即摆无人毕业啦吼，今仔是美国的 Labor Day 啦吼，劳动节吼。美国 Labor Day 是放假，大家拢放假去佚佗啦。我话我即想去啊，逃避下来吼，我当面做。即美国人都有够好，伊讲，啊，你免烦恼，你大翻包啊嘞吼。哇，即些都有贵人啊嘞吼！哇，伊就阿找伊带领导，啊，领导嘛，大家拢去度假吼，再来处理一个人来报酬啦吼。啊，所以就甲安排大个所在。啊，我以前出国的时吼，拄一个沙湖那头的吼，啊，搁五大山安尼吼，伊看我咧游泳不良吼，我就捡一块牛排落下嘞吼。哦哦啊，真赞嘞吼！对吧？一生第一摆食牛排嘞吼，哦，我倒啊千万只个就甲切落来嘞，哇！要收啊，牛排火嘞，拢火嘞，我一声拜嘞吼，牛排好食就好食，再火就变只吼，他们无法度嘞，哇！要来吞嘞吼，人个好意啊吼，我把个讲好食好食吼，哦。好啊，到尾呢，我就甲讲，我的事业到最后吼，因为我是福建钓的，啊，事业到伫1962年吼，拄拄有一个国际的这个博览会吼，啊，各国我无这个代表性的建筑物吼，伫迄个博览会内底，啊，我就去啊吼，去参观这个博览会，啊，伊讲无问题安尼吼，伊透早啊载去门口。啊，约定时间的无时，哦，发到几点？四点还是五点？伊就过来载到倒去安尼吼。啊，所以我伫因兜吼，住差不多四五天吼，去看这个博览会啦吼。啊，四五天了吼，我就爱去学校吼，啊，准备去学校咧开课安尼吼。啊，迄阵在我西雅图西部吼，到美国的。南部迄边吼，迄、那个宾州吼，我是要去宾州的 Pittsburgh。宾州是较我这个 New York 啦吼，伫这个美国的东岸这边啦吼。我是讲呢，我准备伊讲问我你要哪去，我准备来坐迄个飞啊巴士吼，迄、那个飞国号的吼。啊，去到迄个所在，我爱到海头的吼。哇，飞啊巴士去飞去到啊！哎，拜托啊！你都无人讲嘞吼，你要安怎去到遐？我想想讲，哎，第一省钱嘞，吼、哦，第二个我当观光嘞吼，坐巴士当观光啊，袂歹啊。啊，伊本来是叫我坐飞机嘞，我啊坐国航巴士好啦吼。啊，伊就来载你国航巴士啊，去坐巴士。哇，要是问坐那么多吼？比较外地啊，我们没外地来吃吼。坐到呢吼，车是有啦，车啦吼，人是无啦，拢伫走个对啦吼。啊，无休困啊，无到旅馆，拢伫车内困啦吼。啊，你着食饭时间，伊甲你停伫车站啊边啊，着有一个食饭个所在吼。啊，咱拄过去美国吼，英文嘛无偌通个吼。伊个 menu 啊，菜单咱嘛看无咧吼，啊看人咧排列咧，人排列咧吼，啊伊个头前伊咧看店家，我按我就是要坐下来吼。哇，四五天过来吼，去到 Pittsburgh 了吼，嘴啊发炎啦，嘴肿起来啦吼，因为啊无青菜咧，食遐有诶无诶咧吼，
哦，哇，真艰苦嘞哦。啊，所以咱唔怪要地理吼，遐远啦吼。诶，啊，所以去到美国了后，因当然这个学校真好哦，因有安排这个留学生要啊安插要去对大学拢有吼。啊，我1962到1963了吼，啊，我就接到这个台湾青年啦。这台湾青年就是伫日本东京出版的吼，就是台湾独立吼，这个运动的这个杂志吼。所以这台湾青年嘛真牛吼，啊，知影阮这留学生吼去带领队吼，啊，这个台湾青年都收到吼。啊，当然迄个年代啦吼，收到这物件吼，啊，真欢喜吼。啊，真正吼，用我用拍报告咧吼，你看这台岛的物件，吼，啊有人拢唱到真老卡吼，啊唔敢看到安尼吼，啊我就看看，啊渐渐了解台湾的历史，台湾的情形吼，啊我就去找其他的册，安尼看迄个美国较早吼，在台湾的一个官员哦，就去吼，伊写这个《普拉萨比出》吼，比出的台湾吼，啊了解讲，当时伫台城啊，啊那台人吼，啊台湾人死偌济吼，啊较真正了解吼，啊原来台湾是受这流亡政府的中国人的统治吼。啊，了解这个代志，啊，所以我就因为了解台湾的情形，啊，所以我就参与这个以美国的台湾独立运动，哦，啊，这是1963年啦，哦，早期的台独运动，伫迄个啊纽约的费城，哦，费城大学遐开始，哦，啊，五国的这个台湾人。做一个台湾独立运动的组织啦吼，啊，一直到这个1970年吼，迄当时蒋经国伫台湾，伊还阁是行政院的副院长，吼，还阁毋是院长吼，啊，迄当时的严家淡那时候是行政院长的啥吼，我袂啥记啦吼，啊，蒋介石就是准备这个。要让蒋经国来接班哦，啊，所以蒋家啊，甲送去美国哦，啊，提高伊的身份啊，来接班安尼哦。啊，咱了解这个海外带头运动哦，拄好开始就是去日本哦，日本的这个廖文杰博士哦，啊，这个苏明先生哦，啊，甲这个欧文德先生哦，伊伫日本。从事这个海外的台独运动，啊，渐渐呢，啊，这个伫美国的留学生啊，开始组织这个台湾独立运动，啊，因为出国去美国的留学生哦，愈来愈多，啊，所以这个独立运动啊，发展呢，伫美国超过哦，这个日本哦，啊，所以伫美国渐渐呢。即运动的重心所在伫美国安尼吼，啊，所以伫1970年蒋经国来到这个啊美国的时阵哦，伊所到的所在，都受到美国的这个台湾留学生的这个示威抗议啦吼，从1963年开始一路吼，拢有这个美国留学生的抗议吼，啊，伊来到这个。华盛顿 DC 吼，啊，阮这个美国带头运动吼，有开这个做一个示威吼，伫美国的华府吼，啊，示威，啊，了呢，伊来到这个 New York City 吼，啊，伫这个 Hotel Plaza 吼，伫这旅馆内底，伊伫4月24日，伊伫了伫演讲，吼，啊。这个演讲呢，阮着事前着拢知影吼，啊，所以有准备要甲伊开枪着对啦吼。啊，当然
这个以世界吼、哦，台湾留学生四国吼，拢有这个想法啦吼，讲哎，啊，伫台湾无法度从事这个暗杀的吼、哦，啊，即美国照顾就较容易、较简单啊嘞吼，啊，所以我就有这个想法吼、哦，啊，我要去招这个啊，阮同事，我一个姑啊吼，吴文雄吼，啊，伊就是伫。纽约这个矿业大学，咧读这个博士吼，迄当时就是含这个李登辉同学校吼，啊同迄个时阵吼，伫遐咧读册吼，啊伊管理加入啦吼，啊佫另外佫一个细路仔吼罗文良吼，都加入班咧，啊所以伫迄当迄一天吼，伫四月二四日正日暝。啊，我就开会，哦，当然事情有足侪准备工作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以前咪就是讲，哎，啊，四月二是到纽约，啊，到底啥物人要开枪，哦，总唔免讲哦，三个都开啊，吼、哦。伊若讲要死哦，一门枪伊就死啊咧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决定爱一个人开枪，吼、哦。迄当时因为。咱讲要刺杀一个人哦，一个国家的重要的人哦，当然讲真简单啦哦。啊，你讲哎，我不要去开枪，你靠迄扳机的人哦，哎，迄个相当的迄个决心吼，啊，相当的勇气，你敢开落去啊？我开袂落。啊，所以迄当时开会的时阵，嘛，大家心情真紧张的。这门若开了吼，不管你的事业、你的家庭吼，啊，你的种种受到真大影响啦吼，你的人生可能会改变啦。啊，所以伫迄个时阵，大家点点吼，啊，到尾我就讲啊，无由我来开啦吼。啊，我咧讲的是我母娘啦吼，伊是我姑啊，伊讲哎，别算别算。因为我已经是结婚啦，啊，佫有两个囡仔吼，伊讲咧无，安尼牺牲较大吼，伊讲由你来开吼，伊当时也袂娶某吼，啊，无结婚无囡仔，伊讲伊一个吼，一个来开安尼，啊，所以迄天就决定讲伊来开枪吼，啊，所以四月二日透早吼，啊，阮就坐。黄文良吼，啊，甲这个黄金美吼，坐这个蔡龙英的车啦吼，啊，就驶到去这个旅馆啦吼。啊，当然后边佫载一挂个要游泳示威的咧牌啊啦吼，拢载到去安尼吼。啊，当然这个计划吼，我就无甲蔡龙英讲啦吼。啊，但是我相信伊知影，吼，知影有这个代志。啊，所以甲阮放下了吼，蔡东营就离开啊啦吼。啊，当然，伊即摆当然就是讲，伊驶去中央公园啦吼，要找停车的啦吼，找无停车要坐几波啦吼，这是伊的讲法啦吼。但是我当然就是讲，伊知影发生代志吼，所以伊无来参加啦吼。啊，吴文良因为伊要开枪，啊，所以就先入去这个。旅馆内底吼，啊，伊当时吼，这个旅馆的迄个老板吼，大厅吼，哇，拢是政治人员，吼，这个纽约市的便衣警察，穿最好的警察吼，啊，佮纽约州的便衣的吼，啊，穿最好的吼，啊，佮这个蒋经国本身扎起的吼，十几个保镖吼。哇，一群人足济就对啦。啊，黄文良就是参伫遮个政治人员内底，因为政治人员拢无从单位来个啊，所以互相都无一定有熟识啊，吼。啊，所以伫这个话大概十二点的时阵吼，啊，这个乌达车我慢慢就驶来吼，啊，来到这个福德普拉大大门口吼，啊，这个车门开开，啊，蒋经国就出来吼。啊，咱慢慢行向这个啊旅馆的大门啊。啊，
大门吼，有一个双转门吼，伊个双转门个咧吼。啊，伊你要到这个双转门个时阵吼，门个两个开始开枪，因为伫灵魂内底吼，伊手抓起来要开啊吼。啊，但是徛伫门个两个边啊吼，警察啊，警察啊，把尾输掉咯，哎，有人手抓起来吼，你准备要开啊。从啊，这个警察呢？将五个人的手吼，我来弄咱顶关去吼，啊，所以枪开开吼，拄啊离这个将近我头20公分，大无掉安尼吼，啊，大无掉了后呢，警察将我们两个一声起来头下，因为警察人真大，我们两个人较细啊，起来头下，啊，这个起来头下枪声响吼，哇！乱糟糟啦吼，四五个都将五分钟个起来倒下吼，啊我徛伫这个旅馆的门口吼，听着枪声吼，哎我把转过去嘞吼，结果我遐警察猫一个吼，昏去，用迄擦布甲包一个吼，昏去吼，啊五分钟起来倒下，啊用起来倒下伊人细汉吼。伊就啊，等警察的迄个脚头的脚吼，就啊翻出来呢吼，就啊徛起来就对啦。伊讲让我徛起来吼，像一个查甫人安尼吼，伊就用英文就对，伊讲 "Let me stand up, like a man" 安尼吼，讲啊真大声安尼吼。啊，所以伊安尼讲一声吼，哇，报纸拢来报一个吼。啊，当日呢？就是伊五分两个挂吼，警察同阿将阮两个人同阿铐啊吼，就是接将阮两个抓去派出所啊，吼铐下去。啊，伊、个将军哥吼，伊就枪开了，然后打入去迄个旋转门内底安尼吼。啊，听讲伊个保镖啊吼，哦，我走啊，但迄个你个第五街啊，唔知要走倒来吼。哦啊，真惊就对啦！啊，所以这个代志无成功吼，啊，无成功，最后阮两个都和这个纽约市的这个法院起诉，吼，以杀人未遂起诉啦，吼。啊，尾后阮看转来台湾了，看一寡这个外交部资料吼，迄当时呢。啊，国民党驻纽约的一挂国员吼，直接去找这个美国检察官，啊，要求讲别使将阮两个人放出来安尼吼。啊，美国检察官讲，哎，这法律就照法律行啊，哎，别使讲，哦，恁讲别当放人就别当放人吼。啊，到尾啊呢，伊讲啊人呢吼。伊就将迄个保释金吼用较悬嘞，我无法度啊交保嘞吼，啊结果嘞，阮两个人嘞保释金吼，伫1970年代是9,200,000美金啦，吼，啊伊当时是1.40元吼，是相当大个钱吼，啊台湾的留学生，大家三比比啊，老可怜讲吼，伊欠伫20万嘞。将阮报出来吼，啊！但是这个气象的代志吼，这个消息呢，真紧啊！包括全世界这個、啊，伫海外的学生吼，哇，大家非常的兴奋哦！啊，捐钱啦，或者一工这个去拍工的钱也捐出来吼，啊，有的人将迄、那个因的厝提起来抵押吼，啊，欠这钱哦。啊！我伫刚刚内底吼关32天吼，都报销出来安尼。啊，我们两月外头三个月报销。啊，了呢，伫这个吉斯丹吼，1971年吼，开始开庭审判吼。啊，审判的时呢，因为当时我们两开庭吼，啊，变成裂裂啊，所以后尾疫情。哦，啊，现场安尼哦，所以伊讲是伊开个，承认伊开个哦。啊，我无，即项我无管个吼。
啊，所以就开始发现，就开始叫证明啦，有诶无哦，一头皮安尼吼。啊，到尾呢，从我认为有罪，是因为这个笑吼，是这个台独人民诶笑。啊，我迄当时呢，是台独人民诶秘书长吼，啊，我叫这个我下骹诶人吼，将这个笑拿来互我啦吼。啊，这个笑是伫迄个。美国的南部吼，叫做路易斯安那州吼，啊，伊坐飞机来到纽约州，啊，这个就是伫美国买的，有登记吼，啊，所以知影啥物人买的吼，啊，所以找着伫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税单的吼，啊，所以叫做帮伊找的吼，伊讲哎，啊，你也找到证据吼。这个像是你拿给电视台的吼，你出来做证。啊，你若无做证吼，哎，你有代志哦，因为伫美国联邦法律吼，那业务是越过州的界线吼，都违反联邦法啦，会当个起诉。哦，啊，所以伊真紧张啦吼，啊，就出来做证安尼，啊，就一五一十就讲啊。讲伊无时无日摕两支枪来互我偌济枪支吼，啊，我甲伊讲这是要做啥物路用吼，伊拢讲安尼吼，啊，结果即个背心团了，看我讲我有罪安尼吼，啊，所以结果问问两个我有罪安尼吼，啊，所以法官讲，啊，恁两个吼，啊，无时无日啊出庭安尼要宣判安尼吼，哦好。啊，结果呢，要算到迄一天吼，我娘我挂了，算哪啦吼，我就找人随便去啊吼。啊，我娘呢，我怀疑是找人，加拿大吼，加拿大，迄个我娘去安尼吼。啊，所以算到迄天话，无人啊，啊，比如讲这条路，你若无人出现的时候，我倒上课，啊。就无算话就对啦吼，啊，所以我早起我水电吼，我到水电的时阵，拄拄啊，迄个疫情吼，明先生都离开水电吼，啊，我去住共一间厝吼，共一间房间安尼吼，就是共一个水电的家庭吼，把阮招待安尼，啊，所以我伫水电有老久就去请这个。水电政府的政治庇护，吼、哦，啊，差不多三个月政治庇护就到来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是甲你发一本迄个旅行证件，啊，你摕一本旅行证件吼，你就会当四国旅游，吼、哦，哇，啊，我当时是真满意啊，哇，有这个啊政治庇护无问题啊，我就公开活动啊，吼、哦，啊，结果呢，美国。就阁希望水电政府提出哦，引导条约啦，哦，要将我引导回去美国，哦，啊，这个水电甲美国有引导条约，哦，啊，引导条约唔是讲我美国政府要定这个人，哦，啊，这个人抓起来就会当审，哦，不是，伊在一个经过法律的定数，哦，啊，所以伫。伫水电吼，去当地方政府，伫各个最高法院吼，啊，最高法院判决讲这个人会使引渡，还是袂使引渡安尼吼。啊，我伫美诶水电吼，因为引渡的关系吼，水电政府去将我扣押起来，去叫我走诶吼，去来把关起来吼。所以我伫水电嘛，去关差不多三个月还是六个月才袂使去啊！吼，啊，伫这个审判过程吼，最高法院判过，最高法院吼有三个大法官，吼，啊，两个都会使引渡，啊，一个阮袂使引渡安尼吼，所以两票对一票安尼吼，啊，引渡条约真清楚的写到安那嘞。若要比引渡这个人吼，伊所犯的这个案件吼，若是政治案件，
袂使引导吼。啊，但是伊这个案件牵涉到有政治色彩的时阵，嘛袂使引导啊。吼，啊，我这个气势这个评估真真清楚啊，政治案件啊，那有可能你无代无地去清算一个国家的这个元首吼。啊，毋是为着钱，啊，毋是为着什么吼、啊？所以这是政治因素啊，这我袂当领导啊，吼、哦。啊，但是伊这大法官、大法官是合法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国际间有国际间大国小国，这种种的利益的关系吼，爱领导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最后看领导，啊，所以领导的讲呢，我就伫水底的感觉内底，我就绝食吼。哦就失控伊吼，啊，无食无啉吼，啊，结果呢，因都伊讲来送去哩飞机顶吼，我就昏昏去啊吼，就飞机顶就昏去啊，啊，所以飞机诶马上离开水电吼，到丹麦就是降落，唔敢飞啊吼，是降落去丹麦，啊，了就将我送去病院吼，啊，但是丹麦政府嘛唔敢处理吼。啊，即、这个美国啊，倒转去美国，两个警察哦，嘛足紧张个咧吼，哇，就去找一挂即个航空公司啦吼，看啥物公司有法度去飞个吼。啊，结果有一个英国的航空公司，我伊会当啊飞咧吼，结果啊飞去英国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后来我就，但随着我飞英国咧吼，啊，我是你当时毋知人哦。我英国请个人哦，英国的移民官哦，来甲我诶，即摆正是英国伦敦呐哦，你即摆人伫伦敦呐，你知影无？诶，啊伊甲我讲，你入来英国的即个国境哦，无任何证件哦，你是变作非法的移民哦，你要留在英国。啊伊甲美国政府讲哦，你来变作第几人哦？要重新提出引渡的要求啦吼，啊，即些爱国一摆吼，啊，所以我伫英国吼，要拍这个引渡的官司吼，啊，英国较认真，英国的这个司法制度吼较认真，啊，所以这个官司拍到个月，啊，结果到个月呢，我咧靠皮夹啊内底，袂当伊都要我投保咧吼，拢伫内底咧。啊，结果呢，等地方法院拍拍最高法院，佫拍到英国的上院吼，英国上院有一个大法官，啊，大法官来投票啊，到底这要引导唔引导来投票啊？我来投票，结果呢，三票对两票啊，吼、哦，佫输一票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尾仔话啦，引导安尼吼，所以最后我。但伦敦吼，英国等于个旅游市哦，啊，旅游的这个地方法呢，我做了判五年啦吼，判五年。啊，美国的制度就是讲，你刑期五年吼，你能坐三级，袂当甲你加刑啦吼。所以我伫美国，你要判一年十个月吼，啊，就加刑出去吼。啊，当时这个。水电政府哦，有向这个美国要求讲，这个人吼、哦，你引导到去美国，但是有两个条件啦吼。第一个条件就是讲，我若伫美国服刑了吼，袂使把送到去台湾吼，啊送到台湾死个啊吼，袂使送到台湾。第二呢，我若伫美国服刑了吼，随时欢迎到去水电啊嘞。啊、所以我伫美国，即、這个打迄个假释吼，犯罪吼，毋是讲犯罪咯，拢归伊咯，互你走咧，毋是咧。伊将我打掠去美国的移民局，另外个我迄当时还算做移民就对啦。去遐移民局，啊移民局咧决定讲，你会当留到美国，还是袂使留到美国？哦，啊，我就要求我要离开美国咧，主动要求我要离开美国，啊，所以就决定就来上这个水电，哦，啊，水电迄当时我啊无证件无啥，
就入入去到水底下咧，哦，啊，就入去了，就等那个重新，水底门重新哦，变那里，伊就稍微在生存落去哦。啊，咱知影哦，水底甲台湾完全相反的，咱也是热那个死哦，啊，也是热那个死的哦。也热啦哦，那就要你带冰箱安尼哦，哦，温度就是安尼要你。你出门就冷的吼，啊，你出来因为有休息吼，出来是冰的吼。啊，对于伫咧所在，我就有啦，我开始学水电工，开始吼，伊咧国家开始咧制度真好吼，伊有这个新的移民吼，读这个水电工吼，240小时我咧读，读伊们五年。啊！你若去读伊个语言吼，伊予你最低个薪水，吼、哦，有即个起码薪水就对啦吼、哦。你会当就是说在当食饭安尼，啊，个薪水也免吼。啊，所以我开始伫遐读差不多两档个即个语言，吼、哦。啊，第二我即、這个啊，到我前两份个有个老师吼。哦诶，伊人拄好建立书，吼，啊，所以就啊去伊人诶事务所，伊啊食了一段时间哦。啊，因为随便这个国家哦，真进步，伊差不多伫1960年代、70年代哦，伊所有诶这个要倒来厝哦，因为迄当时随便诶人口才700万尔，啊，所以伊。诶，国民偌济人吼，需要偌济主体吼，伊拢计划甲做好势吼，啊，所以拢起头拢好势啊，啊，所以遐建筑师吼，咱是讲诶，无啥物设计诶工课啊吼，啊，所以我伫遐做一段了，就无工课通做吼，啊，我就想办法做生意吼，啊，我做生意，我当然就做迄、那个。啊，设计珠宝哦，因为巴黎迄当时是珠宝设计一个中心哦，啊，真侪台湾人伫遐哦，啊，所以我伫巴黎就是叫台湾人啊，真照顾哦。伊讲你物件做你退去哦，啊，若卖了哦，再来留钱安尼哦，伊讲无困难就对了哈。啊，等下开始做做，佫做了袂歹哦，伊也是做了袂歹哦。但是伫水底迄个所在吼，因为气候关系吼，伊个寒啦吼，天气拢乌阴，啊，所以人个心情吼无好。你差不多早时起来吼，无啥看个日头啦，啊你无早时起来日头就出来。啊！你下晡时下班吼，日头已经落山啦吼，你看无日头。啊，所以伫北澳还是水电吼，因国民的自杀率吼真悬啦吼。加上这样气候吼，这就有关系吼，这就有关系。啊，所以因为这个关系吼，我当然办水电，啊，佮移民去温哥华吼，啊，佮离温哥华住一段时间吼。啊！甲但温哥华呢，迄个时阵在1991年吼，迄、這个台湾的即、這个叫做台湾抗战时期吼，即、這个条文吼提掉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我若转来吼，都无迄个问题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佮我即、這个啊案件的对数比30档嘛过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应该是会当转来。哎，当时非常少人台湾哦，想要倒来，哇！啊，所以我就回去东京，啊去签签证。哎，在我摕的是水电的 passport， 我去到东京哦，伊问我讲，哎，啊你有机票？我有啊，机票还袂买啊。如果你去买机票哦，啊签证就好哩啊嘞。我哇，真好康嘞哦！啊，买机票签证，我帮伊买着机票，签证转来，转来我 passport 嘛吼。当然，我的申请书呢，
你先提出来啦吼，我先迄、那个把它感应的啦吼，啊，所以唔知我啥啦吼，啊，所以强行退掉安尼吼。啊，我是伫海外中心三十档，毋捌来到亚洲呢吼。哦，伊个日本个拄着日本个过年吼，啊，做老累个呢吼。我啊，安尼了都都算一两工啊，才转来安尼吼。结果呢，消息就去到台北啦，欸一个摕这个水底拍错的人要来台湾咯，查查查，哎，好有钱，几万块哦。啊，所以我等于我培养低调哦，好下好下心哦，开始无问题啊，将我迄个生日拍来哦，电脑就死的死的啊，哦，就是讲哎，这个就是后面当啊吼，啊，所以就叫顶关的人来啊，哦，啊，顶关的。诶、欸，这个上司来吼，问到啊，对郑先生安尼吼，好奇怪，那知影郑先生吼，就是咧办我啦吼。如果我歹势啦吼，你参政吼，我们行政疏忽啦吼，如果行政疏忽吼，用对安尼吼，啊，所以你袂当入来咧。好。我这他是报了今年呢，参军啊，今年呢，我那没当回来，以后没事，就是没事，我他冻着我啊，冻到伤心严重了，我不要一个一个四个少年人啊，前面不愿意讲课哦，像我厉害哦，他更厉害，我就得照顾他，然后他更衣回一点哦，他今天回一个外观，一个上灯的房间来哦。哇！迄当时1992年正月，哇！我是非常生气吼。我这是我的故乡呢，吼！我转来家己故乡，咱袂当入来，吼！我是一只细，一只大呢，叫阮兜啊，咱袂当入来。啊，所以我想我安尼好，安尼无我用我家己办法转来吼。所以我是今年年六个月啊，我六个月吼。我就等上山地叫我入来，哦，入来嘛唔知影啊，哦，我哩但是入来我配一班的 passport 啦，哦，后就唔是我的啦，哦，啊但这个人啊我有小可想哦，啊所以看看咧都这都无问题啊，都入来咧，啊入来了我就第几天我就开直接再来咧，我就回来了啊，啊你有代志来催我哦。就是安尼吼，我就我诶，啊，这应该是无代志，啊，等下家己过路那有啥物找吼，结果国民党诶用迄个挂法就甲起诉，讲我违法入境啦吼，啊，违法入境吼，伫迄个时阵1991吼，啊是1995，迄当时足济海外人民党倒来吼，啊有诶是啊。规划啦吼，啊，坐船啦，坐飞机啦吼，但是拢看5个月、6个月，吼、哦，一颗罚金，啊，可能我罚判一年啦吼，啊，一年就是哪呢，一定爱乖啦吼，啊，所以结果呢，我本来我要判一年哦，来等个李登辉做总统，要判一年，判一年我离台湾哦。关三个加加，哦，开始甲关伫土城吼，啊土城了吼，我来看伊，我咧家一个人一间房间诶，我无爱和其他人吼关做伙啊咧。如果无啦，我叫做无所在咧吼，啊，佮你家一个惊你自杀吼，袂使啦咧吼。啊，到尾咧，伊甲讲迄个过两日走。你若要去遐会使吼，在一个关一间，哦好啊，反正我哩关的时吼，我那对拢少讲啊吼，所以我就去到迄个高雄燕巢遐关。啊，伫燕巢了，我知影讲，哎，台湾有所谓的外衣间啦吼，就是讲即个加拿大无伊强的吼，啊，佮拜六礼拜会使请假出去的吼。我就讲尴尬嘞，我哎，袂歹哦，来请看下嘞吼。
啊，迄个伫内底，若主讲啊，你袂准啊，我会准袂准，毋是你咧讲啊，我唱来咧讲安尼吼，咧唱来咧，哎，我会准的吼，所以我送伊大南关的沙上乡啦吼，要一个外衣肩吼，啊，所以伫大南关关山的家家吼，啊，结果呢，我一年吼，365天，啊，一工都无甲减的吼，为个。尾仔我知影讲，我若跨两年吼，伫台湾若关一年，就会当出发啦吼。啊，结果跨一年，坐一年满吼，并有来跨两年啦。啊，所以这个法官也真苦吼，对啦吼，对啦啦。啊，刚跨一年吼，啊，我就是要报这个鸟窝湾啦吼，因为市长这个案吼，伊无法度安排，吼。啊，利用这案来修理一下嘞，吼、啊。啊，当然，这有一个插曲啦，吼、啊。因为当时我管理台南关的时阵，拄啊拄着迄个啊，管市长的选举啦，吼、啊。所以讲，好啊，人无代志咧，我去管理者，无我来去算一下选举嘞，吼、啊。我来参加民进党的县长的初选啦，吼、啊。啊，当时县长的初选呢？有四个候选人，吼，我以后以外吼，啊，搁一个立委陈东山，吼，啊，搁一个省议员，即个贾三省，吼，啊，搁一个新代教授杨德全，吼，啊，到我四个人变初选的吼，我话我本地内底是要哪去邀请，吼，啊，所以我就利用迄透早吼起来吼，啊，打电话。邀票安尼吼，啊，结果投票结果呢，我做我第一名诶，吼、哦，要是为啥拢变输呢吼？啊嘞吼，啊第一名是第一名，我国民党选大员，讲安怎呢？我伫后面被完兵吼，未使去顶，我哪有通独立？我定期啊，我未要投票啊，我是定期尔啦，袂当定期。吼、哦，啊，结果咧差两三天，所以袂当去定期吼。我用啊无差啦，有做无做那差吼、哦，所以我就退选啦，全部退选吼、哦。所以就陈东山第二名出来选吼、哦，所以陈东山就特别当选下来吼。哎、哦，你一段插曲啦吼、哦。啊，即摆。讲啊，讲啊，咱个主题煞无讲着安尼吼。即摆主要咱个主题吼，就是咧讲咱即个台湾伫1895年吼，就是即个马关条约，啊，即个清国呢将台湾吼啊割予日本，吼，啊，日本就是伫1895年伊就开始。接收啊，是占领台湾吼，啊，所以伊的兵呢，来到淡水河呢，无法度入来。伊但是有一挂抵抗的人吼，伫淡水河咧泡泡遐吼，所以无法度入来。所以日本军呢，改战这个北海河啊吼，迄、那个鄂地迄边，但迄边战略吼，啊，甲慢慢向台北市。另外安尼吼，所以这是迄当时1895年吼，台湾割予本啊，开始的时阵当然是一款武装的抵抗啦吼。迄当时可能就是咱在台湾这人认为讲，哎、欸，咱是汉人呢吼，啊，即摆日本人要来迄个占领吼，啊，所以抵抗哦，开始是武装抵抗吼。后来直到1920年代吼，就变成做社会运动吼，放弃这个武装的这个抵抗吼，变成做这个社会吼运动是安尼吼。啊，来下一页吼。啊，所以即摆就是，咱伫1920年代开始吼，台湾人才精英吼。啊，拢加入去社会运动，啊，到即摆来算算下吼，即摆是2011年啦吼，那
将近要一百天来的吼，啊，即个台湾人精英，遮尔努力拍拼为台湾吼，到现在呢，咱台湾犹原啊，搁毋是一个国家，犹原啊，搁是一个流亡政府的中国人来咧统治台湾啦吼。我想讲啊，到底是安怎吼？是安怎啦？啊呢？哦，台湾人咱无法度建立家己国家吼。我过来，啊，1990年哦，大概吼，有一个东京有一个新民会成立吼，啊，这是这个林献堂先生吼，台中五峰的啊，林献堂先生做立的吼，啊，文化协会1921年。哦，叫李水啊，林献堂先生哦，啊，1922年台湾议会举行登名会哦，啊，这嘛是林献堂啊先生领导的，最后咧要求啊台湾人会当参加啊日本的政治哦，争取台湾人的这个权利啦哦，啊，1926哦，农民组合成立哦，啊，领导者就是江杰。就讲安尼吼，啊，刚结伊是一个老师吼、哦，一个老师，啊，伊放弃伊个老师的教职，啊，来组织农民运动吼、哦，啊，1927年文化协会哦分裂吼，啊，另外做个台湾民众党哦，啊，这是台湾政治史内底第一个台湾人的政党吼、哦，啊，1928年哦。啊，台湾共产党上海成立啊！啊，1933年呢，有一个台湾第一自治联盟啊，啊，这个林献堂、郭桂辉先生啊，来领导下来啊，来，哦，啊，这主要是啊，要争取当时台湾是日本统治啊，咱是日本政下来吼，啊，伫这个运动中哦，真侪人。日本政府啊，批手化缘入界的吼，有这么啊侪人吼，啊，这人内底真侪吼，啊，即马看起来拢是真啊，对台湾非常非常有贡献吼。那何先生吼，咱咧讲是台湾文学之父吼，啊，又贵吼，捌得着这个小说的奖吼，啊，真侪拢是优秀的。台湾精英啊，来，啊，这个1934年哈、哦，有一个台湾电脑哈，因为我对这个美术哈啊较有兴趣哈，啊特别讲这个代志，啊台湾电的成立就是过去拢有台电哈，啊台湾的艺术家啊要参加这个展览，啊是讲比赛一定啊将因的作品哦。地基个东京吼，啊受到日本的这个啊日本人的评审，啊开始得奖吼，啊所以因个人民讲，哎，安尼咱到台湾家己办一个台湾展吼，啊家己来宣传家己的作品吼，啊，即个前提啦吼，即个前辈画家吼，即嘛咱拢知影非常有名吼。这个廖介春、李九条、哈、甘水荣、李梅秋、杨三郎、陈金波，这个名国际上真有名的哈。啊，伊们都伫国际上的拍片哈，拢几啊亿的哈。可见人家的人的成就哈，非常非常的。伫迄个时阵，就真无简单啦哈。啊，而且呢，这个还有一个当地记忆哈。啊，其实伊毋是创会的人啦吼，但是伊是1931年就已经过身啦吼，啊，所以而且我特别讲起，但是伊是因为这阵袂回家吼，拢真侪拢受着但是伊的照顾啦吼，因为伊人真啊和善啊，处理诶创作吼较有钱啦吼。爱当照顾遮小辈吼，啊，伊读这个台湾师范学校，是早期台湾吼上好的学校，吼，诶，读书的对。啊，伊个
因为伊参加这个罢课运动吼，啊，所以学校将伊退学安尼，哇，退学了变怎，无学校通读啊，啊，所以当时这个一个日本的老师吼，去追菜的这个画家，吼，对台湾这艺术家非常吼啊，照顾特别的一个先生吼。一个叫做赵川老伊是开话吼，来建议讲啊，你都卖到台湾太，你去东京吼，啊去考试吼，啊所以有写一张介绍片，啊介绍当地去东京吼，啊去考试吼，啊去东京有考着吼，啊受着东京这个美术学校的教育呢吼，有这段故事啦吼。来，咱在1940年吼，太平洋战争啊爆发了呢，啊，真侪台湾人呢，都因为战争的关系吼，啊，早期台湾人拢去日本留学，去日本读册，啊，战争这段期间呢，拢当日本转往这个中国的所谓的花北啦吼。咱咧讲诶，满洲啦吼，啊，伊当时满洲成立一个国啦吼，满洲国，啊，所以需要足侪人才诶，啊，所以台湾人真侪拢去满洲吼，啊，特别是医生足侪人拢去遐吼，啊，但是真悲哀，就是讲台湾人去到中国迄种所在吼，啊，无法度讲家己是台湾人吼，拢彼此呢用别字吼。啊，来了是讲啊，咱是台湾人安尼吼。啊，迄当时1941年，嘛真侪台湾囡仔吼，无法度比日本留学，啊，就即个日本吼啊征调去南洋作战的吼，嘛真侪啦吼，啊真侪拢无法度转来，死伫南洋的非常侪的吼，来。啊，1945年啊，咱知影这战争了吼，停战了后，啊，即个所谓即个中国派吼，啊，就对这个国民党哦，转来台湾啊，要来接受台湾吼，所谓的回归祖国啦吼，来。啊，但是呢，两年后，1947年啊，咱拢知影吼，这个28的大屠杀啦吼。啊，真侪人，哦，就是有计划从台湾招兵，哦，拢开掉安尼吼，啊，照这个有一科的关怀吼，大概2万人以上啦吼，啊，但是真侪人都唔领啦吼，唔领2万啦吼，啊，当时啊，人口吼，户口嘛无足正确的吼，啊，所以死亡确实确实的人数无相知啦吼。啊，无比开始的呢，啊，就是走啊，吼，啊，走就是从廖文杰因只走日本啦，吼，苏明因走日本啦，吼，蒋介石杨克洪走中国的吼，啊，走日本的就从日本开始推动台湾独立运动，吼，啊，伫1947年以前，台湾人还佫无迄个想法，讲台湾。爱独立，爱变成一个国家，无一个想法。咱一点拢想法啊，咱是汉民啊，吼，咱是满清啊，有诶无诶吼，拢是想做国做国吼，无想讲家己，嘛应该会当建立家己国家来啊，来。啊，1949呢，蒋介石伫中国互共产党拍啊，密密麻麻吼，啊，伊就。逃亡来台湾，伊当时1949，台湾是日本的领土，啊，所以蒋介石是中国人来到台湾的领土，啊，所以伊是流亡，哦，这点咱也真清楚哦，伊是流亡，1949年流亡来台湾，所以伊是一个流亡政府，啊，1945呢是。蒋介石啊，民军派蒋介石代表民军来占领台湾，
所以1945是占领台湾，1949呢，伊是流亡台湾，所以中华台北还是中国台北这个政府哦，有两边的性格啦吼，一个是占领，一个是流亡吼，啊，这咱来弄真清楚吼。啊，咱在1950吼，这个所谓的 ROC 啊，就讲即摆咧讲中华台北吼，伊全部挖起来。本来中华民国伫1949就灭亡啊咧吼，但是1950伫台湾就开始讲，伊要开始复兴四世吼，伊变做做总统啊，啊就开始做总统，啊其实中华民国已经死啊，但是台湾佫活起来吼。啊，即摆就是讲中华民国有100年，但是真个假的？1949伊就死啊吼。啊，所以1950年中华民国，啊，1949年以前的中国中华民国是无共，是无共有断去吼。所以这接袂起来，但是因个讲法就是讲相共的吼。啊，了后就是1952吼，啊，这旧金山合约的生效啊，啊，这个日本的放弃对台湾的一切管理吼。啊，台湾的主权被做缅甸，台湾的地位，吼、哦，但1952年胡锦涛回来了，台湾的地位缅甸安尼吼，来，啊，我讲两个年代吼、哦，就是拄拄仔讲的，台湾留学生伫伫离开台湾，出去美国，出去日本吼。哦啊，所以有这个伫美国的独立运动。啊，1957年，国民党呢开始开放地方选举吼，啊，有所谓的省议会五好奖吼，这咱大家拢知影吼。啊，1964年，啊，彭明敏先生吼，带伊两个学生啊，有写这个台湾人民自由宣言，吼，啊，嘛是要求台湾人。爱家己来自救，成立家己的国家。啊，伊同时讲反动大陆无望吼，伫1964年讲这个代志，那是太头多啦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可惜平平的先生个食啊聪明吼，会定调吼，可是非常的勇敢啦吼，敢安尼讲吼，来。啊，1970年吼。哦啊，伫美国就成立这个世界性的台湾独立运动哦，啊，这是正话吼、哦，啊，这个伊当年主席就是蔡英文，赵少康副主席哦，啊，罗文良是组织部，陈良是外交部安尼吼，啊，我本人就是秘书啦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人即摆都伫台湾吼、哦，啊，即摆这人大部分拢无咧。无想要独立啦吼，因讲已经台湾已经独立啦吼，啊，所以拢投入去民进党的选举啦吼。啊，1979年啊，彭明敏离开脱离台湾咯，啊，去到水电吼。啊，1979年呢，就市长这个代志吼。啊，今年1970年，这个蒋介石代言代表吼，比扩充联合国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真侪误解啦，吼、哦，真侪曲解吼。我讲哇，啊，中华民国扩独出去联合国，嘿，唔对吼。希望扩独出去的是蒋介石代言代表，中华民国还佫留伫联合国，吼、哦。啊，伊的名呢，由中华民国改做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啊，所以即马。真济运动诶，讲哇，咱来搁倒去联合国吼，嘿，你无倒倒去，你中华民国都已经伫联合国，你要倒去倒位，吼、哦，是袂当倒去，吼、哦。所以这点咱来真清楚啦，吼、哦，是蒋介石诶代表，很孤独吼。啊，1975呢，蒋介石死亡，啊，77年，中国教会吼。哦
发表的《民权宣言》哦，啊，这嘛非常勇敢哦。刚刚咱来成立一个新的独立的国家哦，啊，1978年呢，就是讲继续啊独裁哦，管理台湾的哦，来，再说嘞。啊，1979年哦，咱知影这比利多事件啊，啊，搁这个。所以这个中华民国甲美国断交啦吼，啊，1979年有这个台湾关系法通过吼，啊，这是美国的国内法，啊，美国先啊通过这个国内法，哦，就是美国认为台湾唔是国家，哦，是美国管辖的吼，啊，所以伊较有可能成立一个国内法吼，台湾那是国家。比如爱有一个条约哦，唔是即个国内法的，诶，即个问题哦。啊，即、這个台湾国内法，伊讲1979年以前的中华民国哦，1979年以后呢，伊叫做台湾统治中国哦 ，The 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 哦，伊无会来叫伊是中华民国，无会来叫伊是一个国家哦。啊，所以。咱知影台湾唔是一个国家吼、哦，来，啊1986年吼、哦，啊民进党成立，啊1987年这个戒严，吼、哦，这个戒严戒毒，吼、哦，啊戒毒了后呢，这个政治受难者联谊会嘛两个人要跨营吼，虽然是戒严了吼、哦，啊1989年呢，台南苗先生。啊，祖坟那嘞，吼、哦，来，啊，1989年啊，都啊，空气啊，这个海洋方便多嘞，吼，啊，一个拢变得转来，吼，啊，变得转来，拢倒入去啊，民进党的仓库啦，吼、哦，来，啊，1991年吼，咱知影有一个100运动联名，啊，这个运动呢，废除这个刑法100条。啊，真侪呢，啊，因为刑法100条观点内底拢放出来吼，伊、哦、个意思，我咪头壳内若想我咪颠覆政府，啊，就有罪啊吼，这个是刑法100条啦吼、哦。来，啊，2009年啊，恁知影啊，变成做中华民国的总统吼、哦，啊，伊咪。咱咧讲啊，咱来正名运动改一个名就好啦吼、哦。啊，写一个宪法吼，咱就变成做一个独立国家吼、哦。其实唔是安尼吼，一条路未通吼。啊，所以啊，变不但台湾当正名吼，家己吼国民党拍了一个乌头吼。来，啊，所以今摆你讲国老民吼，啊，林志升顶吼，正人吼。各美国政府，哦，啊，根据这个旧金山合约，哦，因这讲法就是讲，美国是这个合约的主要占领权的国家，哦，啊，这个台湾呢是被美国征服的一个国家，哦，啊，在战争法内底是讲是美国被合并的领土，哦。啊，未变入美国领土内底就领土啦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伫这个被合并领土内底人吼、哦，就是咱吼、哦，这居民咱应该会当享受美国宪法保护之下的基本人权。哦，主要是讲咱有这个旅行的自由哦，所以美国应该予咱。一个旅行的证件，吼、哦，即向美国过哦，吼、哦，伊即文书向美国过，啊，结果呢，吼、哦，咱来看即个文书哦，经过美国的法律的验证，吼、哦，来，啊，到3年后呢，美国的最高法院的判决，吼、哦，伊甲咱讲呢，讲台湾过去60几年来的吼。哦我生活伫政治联合内底吼，啊，无一个一直任职的政府吼、哦，啊，
伫国际社会中呢，无有一个明确还是确定的地位。哦，那美国法律真清楚啊，伫台湾的处境就是安尼吼。但是问题是，什么人对台湾会使行使主权呐？吼，伊讲这个问题呢，是政治问题，不是司法问题。啊，所以从林志兴定吼、哦、这个案件呢，伫搁置了对啦吼、哦，就是讲，因了解台湾的处境是安尼，你无国籍吼，啊你无一个一地两地的政府，国际上你无明确的地位吼，伊该认定安尼，但是所来处理是政治问题吼、哦，不是司法问题，后来。啊，所以啊，美国一直咧甲咱讲吼，啊，咱毋是一个国家，啊，中华民国毋是一个国家啦吼，啊，佫毋是吼、哦，来，啊，所以即马就讲，美国国会咧对台湾有管辖权吼，啊，所以台湾问题要解决呢，咱就是爱找美国国会来解决台湾这问题啦吼，啊，过去诶，即、这个。六月电视有滴美国听证会，六月十四吼，即听证会结果啊，咱无听无消息啊，民政府无说话吼，啊，当这代志吼，即、这个召开听证会吼，啊，是讲这宴大会吼，即真济空会吼，咱会当去争取啦吼，来。所以我是讲，民政府应该爱做的吼、哦，啊，目前这个阶段，就是咱主要是要重视社会运动型的这个组织，吼、哦，咱来深入去民间，强调论述，来讲给台湾人了解，吼、哦，啊，到底台湾的处境是安怎哦，咱的论述是安怎，啊，咱即马来知哦，台湾的问题若要处理。一定要美国、日本出面，台湾就处理这个问题了吼。啊，所以这个是现在美国一一年，咱这台湾的精英，包括在座各位吼，咱来努力打拼吼，咱即摆真清楚咱的方向应该安怎吼。我想以上吼，啊，讲到这呢吼，感谢大家，感谢。好，刘建，刘建。